张钧甯一家总喜欢前往日本度假，连姐姐的婚纱照也是在日本取景。当时母女三人的照片被网友封为完美基因，全家都是美女。张钧甯近日带着妈妈到日本赏枫叶，两人一起合照，让不少网友称赞母女俩都好漂亮。随后张钧甯也在微博写下，和最爱的人一起，在心头就升起一股暖意，不禁让人怀疑钧甯是不是想谈恋爱了。